刚刚救了你，怎么还这样对人家？你喜欢的话，这狗就送你了，我不要了。如果离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什么？如果你累了，能不能放？这就是我们新家了，换掉你的前主人吧。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心在动，泪在流。就在和你说放手以后，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止不住颤抖。哪怕有再多的借口，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。西瓜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在这等一下我。西瓜，没事了，我得赶紧出门照好眼睛，这样才能保护好你。夏季大清仓，短袖18元一件啊、哦，大家快看一看。怎么没人买我的衣服啊？哪里来的臭狗？走开！西瓜，过来，让我来，坐好啊。夏季大清仓，看一看。18元一件，你钱放盒子里就行了。行，那我拿2件吧。把钱放进去了啊。好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回来回来。也许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有人能诉说，爱像出魔力，也苦涩也甜蜜，悄悄的在心底说1万遍我爱你爱你，借我勇气，慢慢的藏在心，一步步走向你。需要进行一场大手术，会产生很高的费用，我自己考虑一下。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在一只狗身上，况且这钱还是留给你只眼睛的，狗没了我再送你一只啊。你的眼睛是不是住在今天，赶紧走吧。手术非常成功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也许世界就这样，西瓜，我也还在路上。你两个手术住在今天，赶紧走吧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眼睛也可以外面治，但习惯没了，我就失去了这个城市唯一的亲人了。以后再遇见你，再遇见你，请你先说你要我。西瓜好贵。哎，姑娘，我们堂哥怎么还带着狗进来？你把他怎么吃了？我眼睛看不见，只能让他带我进来了。你家狗这么大，万一伤到我怎么办？家狗训练过的，不会咬人的。小伙子，今天也是一个特殊情况，理解一下。哎，看到我们这么吃饭的心情，服务员棒。你看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能让狗进来了？不好意思，要不咱把狗放外面吧。他把我的眼睛放外面去，是万一。不吃了，快结账！我说了吧，你的狗都影响到别人吃饭了吧？这狗没影响到我，是被你吵到的。那我们走，我们换个人情味的地方去。好，说是没人情味，就能多点印象。要衣服，知不知道我功夫跟这游戏一样特牛？我功夫特牛，这么热血侠义的游戏，你这种人也配玩？是不是欠揍啊？我是一只流浪狗，我爱上了一个小姐姐。哪来流浪狗跟我家门口啊？走开走开走开！
每天晚上都睡他家门口。你怎么又在这？滚啊滚！上厕所也在这里。怎么这么臭？你追到门口尿尿，再走，别管我被你看下。但有一天，我再也不会出现了。那只狗呢？肯定昨晚又在我家门口搞破坏。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等不到天黑，写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。我想这样效果超级解压，太适合女生玩了。离我远一点，没看见我正在玩僵尸射手的游戏吗？眼看就要通关了，都被他给毁了。小姨，我说过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你。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那行啊，你给我10块钱分手费。想找女朋友干嘛？我你2020年1月1日，我要做这世界上最坏的狗。哇，好像啊！马克的抢走铲屎官到嘴的美食。算。无情的夺走铲屎官最爱玩的游戏。奇怪，他们俩从来抢别人东西的习惯。奇怪，出去陪他。冷血的把铲屎官锁在屋里。奇怪。这样我就可以出去放飞自我了。我的冷血是为了让发烧的铲屎官不吹到寒风。我的无情是为了让头晕脑胀的铲屎官早点休息。我的蛮横是为了让感冒咳嗽的铲屎官少吃油腻上火的食物。今天真是为铲屎官操碎心的一天。2019年6月13日，我正在和铲屎官玩耍。奇怪！哎，这个背影怎么那么熟悉？是你家金毛吗？嗯。好漂亮，叫什么名字？它叫西瓜。走了。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？好像也没见过他。哎，好巧啊！你们也住这儿吗？不是啊。都认识。拜拜。怎么老是碰见他？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早就盯上我们家西瓜，所以故意三番五次逗我无语，放上西瓜那么熟悉他，然后趁我玩手机不注意的时候，假装熟人带走西瓜。